这是那个隔音的吗？是不是吸音哦，吸音对，可以降噪的吸音板。它有在零售吗？有没有在零售？有啊，我们最后一天有在零售。这个喜欢吗？我们这个有六 piece， 这个是六 piece 一组。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对，然后小的这个骨头形状的话，也是六 piece 一组，然后我们还有这种大的。哦。这个的话是三片一组，其实这个主要的话是，可能像这种空间比较远。嗯。对对对。那像这种骨头，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骨头形状，就是如果你想 DIY 拼凑自己，那那种哎，这种的话是印刷的。对，现在我们目前就是数量比较稀缺。哦。骨头。骨头 很小，是要放在哪里？这个其实也是贴在墙上的，就是它像这样子把它很密集把它贴起来。看你怎么贴，但是像我们这样子贴，有点缝隙的也可以，因为其实声音会反射，所以这样子都很消掉。它是用什么东西？是我们要自己想办法贴上去。没有，我们会跟你说，就是我们其实用那个简单的布胶就可以了，就我们一般都会有那种。很轻吗？它？对，它蛮轻的。哦。就后面贴布胶就可以。那像我们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切全部满满的，我就一二三四这样子。弄起来 OK。对。那这一个？这个的话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我们也是贴布胶。我们所有的你墙上看到的都是贴布胶。布胶好处就是不会破坏墙面。嗯。我比较想要贴在天花板上。天花板上吗？这个吗？天花板上也可以试试看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们在哪里零售啊？哦，就只有在展场而已。OK OK。对，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有在这边零售。那如果说你个人也有需求的话，就是这是我的那个名片。就如果个人也有零售的需求的话，就是也可以找你。对对对。OK。请问方便跟你换个名片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欢迎。你们是做？我是做像 studio 之类的，就是影像工作者。我想说看你背一个 GoPro。对对对对，这里你好，谢谢。对啊，因为就是可能会有录音的需求，那可能就会然后或者是拍一些产品的形象。对对对，类似这样啊，然后有收音的需求就会，如果麦克风稍微拿远一点就会回音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一开始在做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说台湾，因为现在有很多 YouTuber， 然后一些 Content Creator 什么的，他们就是像你遇到你讲那个状况，不然就要麦克风塞很近。对啊，可是这样子的话又看起来好像怪怪的。对对对，好，我再研究一下。Okay, 谢谢谢谢哦。